明的吉他教学网，我是阿龙老师。在这部影片里面，我用的是 Wootone D40C 面单吉他，这是 Neo Wood 的背带，还有 G7 的底调夹。如果你对这些产品有兴趣，都可以在下方找到商品的连结。影片一开始的示范是李千娜的《不曾回来过》前奏跟主歌的段落，在这边要教的是弹唱部分，原 key 是用移调夹夹在第一格。现在我们先来看第一段，第一个和弦是 G A D D 9 G A 的 9，它的按法无名指第六弦第三格，中指第三弦第二格，小指第一弦第三格，这是 G A 的9的声音。好，这样子压好之后，我们带入它的指法 T 一二三，第一个 T 是第六弦。T 一是食指，二是中指，三是无名指，这样子。T 一二三，好，再来第三拍前半拍写一个横线，这是停顿半拍，停，然后再勾一食指这样子，停一，然后二是中指，二这样子，这四拍再弹一次，一二三四，好，听起来像这样子。好，再来后面这个和弦 G A 的9 Major 7。这个和弦呢，就是刚刚这个按法，把小指放开，再把食指转过来压在第一弦第二格。好，这个是 G A 的9 Major 7，它的按法比较难压一点，因为食指要这样弯进来，最下面这个声音要出来哦。好，这样子压好，它的指法跟刚刚一样 ，T 一二三停。一二，好，再来后面 G 六 A 的9，这个和弦就是把食指放开，好，就是留下中指跟无名指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这是 G 六 A 的9。好，它的指法一样 ，T 一二三，一二，好，再来后面换 C。C A 的 9，它的按法无名指第五弦第三格，中指第四弦第二格，小指第二弦第三格。好，这是 C A 的9的声音。好，指法一样 ，T 一二三停一二这样。好，再来后面换 C Mi， 这个是一个封闭和弦，比较难压。食指要一次压住第三格下面五条弦，最上面这一根可以压也可以不压，我是习惯不压。好，然后再把中指压上来第二弦第四格，无名指第四弦第五格，小指第三弦第五格。好，这是 C 麦的声音。好，这个食指它要一次这样压住下面五条弦嘛，那它的重点就在于这个关节不能这样凸起来，因为凸起来的话，所以下面这一根很容易压不紧，所以这个关节要平平的这样子给它压下去，手腕这边稍微凸出来一点，这个关节它就可以比较平的这样压下去。好，这是一个诀窍。好，声音要像我这样子哦。好，它的指法一样 ，T 一二三停。在后面换 B my 7，它就可以比较轻松一点了。食指第五弦第二格，中指第三弦第二格，无名指第一弦第二格 ，B my 7这样子压好，指法一样。好，再来下一行换 A my 7，这个按法，中指在第四弦第二格，食指第二弦第一格，就这样子而已，很简单。好，这边它只要两拍，两拍就用 T 一二这样子 ，T 是第五弦 ，T 一样是食指，二是中指这样子 ，T 一二。好，再来后面换 C on D，C on D 它按法更简单，只要食指压在第二弦第一格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这边刷一下就好，从第四弦这样刷下去。在后面 G sus4 的按法，无名指第六弦第三格，中指第五弦第二格，小指第一弦第三格，
然后再把食指压上来，第二弦第一格，好，这是 G sus4 的声音。好，它的弹法 T 一二一样两拍嘛。好，在后面换 G， 就是 G sus4 的食指，给它放开，然后刷一下。好，我们暂时先到这边，是属于主歌第一段，我们再回到前面，把歌词一起带进去。好 ，G add 九。T 一想当初，它大概是对在第二拍的部分，就是 T 一二三，好，二三的时候开始唱。想当初你，好，你爱，好，爱的时候才换 G add 九 major seven， 爱着我，好 ，G 六 add 九。那有一样是对在 T 二三第二拍这个二三上面，那有多温啊，温柔的柔换 C add 九，温柔现在，好，现在你现在也是对在第二拍 T 一二三，好，二三上面，现在你随风的风，这个 B minor 7的 T 就下去了。随风而走。好，下一行 A minor 7。不曾。好，不曾大概是对在第二拍 T 一二，这个二一勾出来才唱。不曾回。好，回来的回是一样 D 刷下去。回来过。过的时候就是 G sus4 过。好，我们再把主歌第一段慢慢合一次。想当初你爱着我，那有多温柔，嗨，我是欧老师。如果这部影片有帮助到你，请帮我点击订阅和分享哦。